发超级油，我没有洗头。我担心声音小，所以说话声音有点大。我们来吃早饭吧。这个是，这家不是鲍师傅，这家叫鲍老师，是在武汉买的。你们回头看我视频可以看到，它被压得有点不成样子了。能看到吗？嗯，可以哈。这个是海苔肉松的，这些是不是看起来也很丰盛？都是我在武汉买的。嗯，好多酱，好多酱啊！这个是我买的那家面包店，叫春喜。视频里面待会儿可能你们也会看到，是不是觉得很粉？这个里面装的是麻薯，没吃完，所以拿回来当早饭。我经常买面包回来吃不完做早饭。那我觉得他们家面包还挺好吃的，本来想去买他们家的那个火鸡面，哦，面包，就是面包里面馅是火鸡面，但是他们家好像都预定的，所以我就没买到。好像离镜头太远。好吃，这好碍事啊！我们一会儿吃的时候再拿吧。嗯，这样就能看到高筋大图的我。三个，再给我室友一人留一个。这是牛肉松的，价格看起来蛮正宗的哈。要爆出，感觉自己像老母亲颤抖的双手。我觉得比上海正宗的好吃。
你们怎么看待吃假的鲍师傅这件事情？啊，说话声音是不是又小了？因为今天镜头离得太远了，鬼知道我说多大大家才能听见。这是德国碱水面包蝴蝶结，我今天又忘记拍照了。哦，这是他们家仅剩的两个面包，春喜买的，这个这个是一家，老板娘超温柔，我们居然牛奶没了，然后我去燕麦泡的这个，超难喝，巨难喝，不要尝试，不好喝，哎，就这个，听说这个在上海也有店。我觉得买的时候超开心的 ，I love 武汉。我怎么切了？在这边吧。我得放下来切，刚刚那样竖起来没法切。这是巧克力的，他们家叫阿嬷。真的超软，好好吃啊！上面撒核桃，不要买芝士的，芝士的它没有融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层芝士片在下边，好咸啊，感觉，这好吃，原味的。OK，
今天就先这样吧，拜拜。明天或者后天应该还会再录一期武汉的糕点，因为汪玉霞当时买了哈利波特没吃。拜拜。